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我看到那个头里那个，一个头里的那个影子啊，更大了啊，更大了，这简直像肿瘤一样的啊，长得越来越大了，感觉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影子啊，离大疗像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啊，那个影子成像。沉在眼睛里边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啊！因为饮食是不规则的啊，所以它成像成在脑袋里的也是不规则的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撑在脑袋里边，就不舒服了啊，撑在脑袋里边不舒服了啊。然后这个时候还看到了肺里在帮着那个饮食啊，在吹风啊，就用风速来加快它。本来就跑得很快了，好多肺里在给它吹风啊，让它加快啊，再加快啊，拼。现在拼命把那个让大疗像方向狂奔了啊，狂奔了那个沸点冲啊，是那个饮食啊，饮食啊，好知道了啊，现在只等饮食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好再见啊，再见啊。